attaquera.他就是敖玄。念在过往旧情，我可以对之前的事既往不咎，但今天你带人围杀我二弟，着实欺人太甚。欺你们又如何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昊天宫即将诞生一位天命武帝，得罪了他们，你们迟早要完。忘恩负义的小人，若非我们帮衬，西海域哪有你们的位置？你当真以为能依靠昊天？他任人唯亲，连同族都不会真心相待，更何况身为妖族的你们？你想说什么？在他眼中，你们不过是工具。这就是九重巅峰的实力吗？难不成他已恢复？大山主说笑了，我等一时糊涂，明日定当奉上黄金万两登门赔罪。只是找我吗？什么？战儿，狼天，一个不留。是，想动他们，先过我这关。好你自己吧！宣纸杀！敖莽兄，蝼蚁，受死！你是飞龙山二庄主敖莽。你很聪明，是个不错的对手，相信也会是不错的盟友。阁下仗义出手，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开门见山吧，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合作是最好的选择。只要赶在昊天出关前加入修罗城，便可保数年平安。我为什么要合作？
哼，以你的个性，绝不允许一把利剑时刻悬于头顶。话虽如此，你怎么确定我会答应合作？我们有办法帮你在短时间内至少提升两层境界。飞龙山虽然算不上顶尖势力，但也拿得出不少像样的宝物，对诸位来说有利无害。眼下我方势单力薄，的确需要盟友。两方合作最重要的是信任，你我身为异族，信任何来？我等既非恶徒也非善类，不过有一点可以保证，除昊天宫此等奸邪之外，我们从未主动伤害过任何人族。聂风和蓝雨烟的画像我见过，根本不长这样。哼，虽然不知你用什么手段变了样貌，变得了别人，变不了我。你说我是聂风，有什么证据？平白污蔑人，我可不答应。我就是证据。宗武他们的伤我验过，定是你的手笔。哼，聂风，你就算化成灰，我也认得。你对我的执念还挺深啊。兄弟。厉害呀！这是我和昊天宫的恩怨，孝兄还是远离的好。那女人呢？跟丢了。废物，给我退下！是。区区三重武圣，竟能连败数位公主，本圣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斤两！哼，暴虐成性的恶徒。怎么样？他是天生剑体，自愈能力很强，无需担心。今日便是航运期，各个码头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想走恐怕不容易，更何况你们要去哪儿？看样子兄台已无大碍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哎，等等。告诉我，你身上的先天剑意从何修来？否则我就赖着你。什么先天剑意？我明明将九龙剑匣藏得很好，他怎会察觉？我没有先天剑意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告辞。啊！我不会放弃的。记住我的名字，玄天剑域，啸天傲。